十啊，60不太行。60不太行，咋的呀？那你走出去了，人家说这你爷爷啊，不行啊啊，就走出去，你俩在一起那个不方便，是不是啊？不方便，叫爷爷不行啊。啊，这人都说你没人敢要你呀、啊？怎么没人敢要啊？你看看你认不认字？你看这个有人说这个、什么玩意儿，我都不敢读啊，我都害怕你生气呀、啊。你这谁给你起的名啊？那这名字也挺好的，厉害的意思。啊，虎娘们是厉害的意思。对，你老虎厉害吧？哦、啊，老虎厉害。啊，女人做的王强者，现在叫娘们。啊，对。那虎娘们不就厉害加厉害？对，王上加王吗？王上加王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这个阿妹搞不搞笑？搞笑的话扣个一。这东北虎在我们那儿老厉害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他还是个宝贝，是吧？对，我就是啊，你就是啊、嗯、我的天哪，这阿妹，那妹妹你这样吧，你方不方便啊，带着我上你家里参观参观转一转呢？那肯定方便啊，走啊。肯定方便啊、嗯、不是你真方便假方便啊？真方便啊。那你家里有没有人呢？没人。真没人假没人呢？还真没人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割东西。割啥呀？割什么我也管，先走吧。不，那我不敢去，家人们咱们去不去他家里啊？啊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？走吧。不是你这干啥呀妹妹呀？走吧。不是走、啊、我这都不敢去了，家人们，我去吗？没事的。去的话扣个一，家人们，我还能上他家吗？那你家真没有人？没人更方便，走。啊？走。没人更方便。嗯，方便吗，家人们？那你家远不远呢？不远。那你阿爸阿妈一会儿回来了，看咱俩在你家不好吧？哎呀，没事，带他们一起割。什么带他们一起割？这啥玩意儿啊？哎，你先走就知道了。那你这我要去了的话，你阿爸阿妈脾气不好，我到你家看咱俩在你家再给我腿打折了，我寻思。没有，他们脾气很好的。啊？脾气很好的。脾气很好的。走。这网络怎么老不良啊？这地方啊？啊？都好几回了，家人们，我卡不卡呀？这刚上到1000人就给我卡下来了，啊！别去，我去。他说我上你家，你要让我干活啊？没事的，你先去嘛，走吗？啊！我带你去割一样东西。割啥一样东西啊？你平时习惯割切东西吗？我这啥也不切，妹妹。不切。啊。不切那更好，走吧。不能割呀。走，没事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我的天哪！你信我的就对了，没事的，走吧。我信家人们，我能信他的吗？啊，他让我上他家，给我割啥好吃的呀？哎呀，对，放心吧，走吧。放心，那家人们我放心啊，你们看着我点啊，啊，这能啊，家人们呢？啊，这家妹妹、嗯，我还听说你们这里可以交朋友，嗯，就是怎么交法呀？怎么交啊？啊，就交朋友。就我们有个房子嘛，你把我拉进去嘛。我把你拉进去，不是你们有个房子，我给你拉进去干啥呀？去交朋友啊。不是，那拉那房子里，如果说我要把你拉进去，咱俩都干啥呀，妹妹？干什么？啊？干那个，就干那个呗。哼，这是啥，家人们？不是，就是怎么那是啥意思啊？那我这不会了，家人们，我就听说你们这里可以就成功了就行了，成功了，嗯，就我就是就想干啥就干啥了呗。那不是得干活，我说啊，得干活呀、啊嗯，啊，就是我把你拉进去了，完了我干活，那还不如不拉了，妹妹不合适啊，啊，那有时候不合适的合适。那你说、啊、那交朋友来了，我把你拉进去了，你还让我干活、啊、哎呀干了这不啊，不是轻松活，轻松的活呀。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知道他这地方交朋友都干啥活呀？我这不知道啊。啊，有知道的吗？给我扣在公屏上，我看看都交什么活呀，这都干啥活呀。那小玉，你能不能跟我家人们讲一讲呢？啊，上我屋里先。先上你屋里去讲。嗯。啊，你偷偷的告诉我。嗯。就杨钰莹唱那首歌，我要悄悄的告诉你。我不知道他唱什么歌。啊。我不知道他唱什么歌。啊，不知道他唱什么歌。嗯。啊，我的天哪！他让我上他家，他告诉我、嗯、家人们啊。哎呀，你等我割了就知道了。啥玩意？你割啥呀，妹妹？你老这么说，我都冒汗了，不敢走了。那有什么的？到时候你去到就知道了。我去哪儿啊？我屋里。
不是，我上他的屋里头，不是干啥，家人们呢？就跟我斗地主啊？不跟你斗，那两个人能斗吗？那是干啥呀？那上你屋里啊，老丁的，让我上你家呀？就要一个东西。不是，要啥东西啊，家人们？他老让我上他家，就给我一往他家走，他可高兴了。我这寻思半道，我走这一半了，我寻思我有点不敢走了，家人们。哎呀，没事，你是我的，走吧。不是，家人们，我还能去他家吗？啊，这有点太吓人了啊。那没事。啊，小玉好啊，家人们，我还上不上他家了？他老就说要上他屋里头，那咱俩孤男寡女的，你说就咱俩，你家还没有人，你老让我上你家屋里干啥呀？哎呀，我带你就是割一样东西。不是带我割一样东西，我的天，那我不用你带了，我不喜欢割一样东西，我这东西不行。那割两样。啊，割两样。去啊，我这个大哥都让我去啊。没事的，走嘛。啊？怕什么呢？那我咋不怕呢？我这都冒汗了。冒什么汗呢？去试婚，不是试啥婚呢？咋试啊？那婚呢？妹妹，你给我讲讲啊！我先给你割了，不是啥玩意儿？我先带你去割了那个，然后咱俩就去试。啊？咋割了还能试了吗？哎呀，能！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我这有点冒汗了啊！啊，这个大号球，大号球是啥呀？啊？去草屋啊！啊？家人们，我这有点不敢走了，啊！你家还有多远呢，妹妹？不远，就在前面。你家还没有人？没人。那拉屁倒，我可不去了。哎，你干啥呀？你这是？哎，不要跑。不是。走。不是，这是干啥还不让走呢，妹妹？走，往前走。不是。走。你不是你怎么还不让我走了呢？哎呀，先去嘛。不是干啥去啊？去啊。去了就知道了。你老要割个东西，我哪知道你割啥呀？我这都哪敢去了？哎呀，没事的，走吧。啊，没事，走。不是妹妹，你这是我问一下，你几年没有交男朋友了？啊？那好多年了。好多年了，这指定是憋坏了，我看的。啊？这老要这不行了，不让我走了，家人们咋整啊？快点走吧。啊？不是还得快点，家人们，我腿麻了，不敢走了。快点，我着急啊。不是你着啥急呀，妹妹啊？家人们，我还能去了吗？这阿妹都着急了。没事，快走吧。啊，快走！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这就家人们，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啥呀？我不敢去了，家人们呐。没点赞的点点赞啊！没点关注留个关注，咱直播间1600多个老铁、啊，快走啊！不，家人们，我去吗？我去楼上啊，这不快点就不行了。不是啥玩意儿，对，快点不行。家人们，你得看着我点啊，给我点个关注啊，那我就不能瞎去啊。啊，去草屋啊？哎呀，先不去草屋。那咋的呀？先带你去割呗，割掉了我们再去呗。不是带我割啥呀？老割掉了啊？马上就到了，你到了你就知道了嘛。马上就到了。走吧，快点。快走吧。我的家人们都让我快走，饭都凉了。因为我妈叫我回家吃饭，玉啊，我不能去了。哎呀，不是你们亲戚的吗？你让我走吧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来都来了，那怕什么呀？妈妈，你让我走吧，我求求你了。没人，你看没人。啊、不是没人，那你这老又不得先交朋友吗？人都说你这块能试婚交朋友啥的呀？没，我那个更急一点。不是你急一点，那咋的？没试婚，这不是先割了，这是。不是家人们，他要割我啥呀？他先割了才是。走呗。啊，给我掏耳勺，掏耳朵呀。啊？哎呀，那你不掏？那干啥呀？其他的。那掏啥呀，家人们？走呗。回去吧，主播、啊，这我大哥都让我回去了。回去干什么呀？那我上你家干啥呀？你这老这不得我先交朋友，开开心心来。听说你们这里可以交朋友，可以试婚。朋友也交。那你也不告诉我，就说哥的，谁敢去啊？哎呀，那没事，先去。啊，先去就知道呗。啊，先去就知道了。嗯，那去吗，家人们？去啊！这有的让我走，有的让我去，我这到底是去还是去呀、啊？啊，家人们，我这有点不是真没有人呐。快点，一下子就割好了。不快呀、啊？快，割完就能交朋友了。哎，刀也快。不是，这刀什么东西啊？那我是刀啊。不是，割啥呀？先走嘛，那个。完了。老铁们，我说话都说不了了，麻了。你尿裤子了？不是，就给我整不行了，家人们，我这还能去了吗？
啊，没事的，走嘛。啊，这不是我回家行不行啊？玉啊，回家干什么？我求求你了，我不行，我介绍两个朋友来呢。你不行，你就一个个来。不是啊，一个一个来。那他们先来试试呗，我不试了行不行？你先来，你等不及了都。啥？再晚就不行了啊！再晚就不行了。我主播能逗人的了啊！走走，再晚还不行了，还分时辰呢。哎，对，我的天哪，都准备好了工具都。不是啥玩意儿工具呀、啊？那这不得准备工具吗？干啥呀？准备工具啊？磨一磨，磨好了都。不是啥玩意儿磨好，我就今天我就看看，这我看什么玩意儿磨好了。走吧，我看看到底都有啥。我上楼上去取你、啊。上楼上去取去，不是给哪儿啊？楼上。啊？你家真没人呐？不是这啥呀？这啥呀？你先过来这边。不是干啥去啊？我过去啊？你给我领哪儿去了？这上面没有人家了，妹妹。你先过来。啊？你先过来。我过去干啥呀，妹妹？这里没人。不是这里没人，你给我领这干啥来了？哎呀，走好。不是啥玩意儿好啊，家人们呢？你先来呗，你就害怕什么呀？不是我来干啥呀？你这是房子，我看都没人住啊。哎呀，就是没人才行啊。啊？没人才好。没人才好。嗯。我的天哪，那我这喊破喉咙也不行了，妹妹啊。没事的。啊？不是你干啥去啊？嗯、不是你干啥呀，妹妹？我跪下了，跪下了。干啥呀？这怎么还拿棒子干啥呀？你跪下干什么呀？那你这都拿棒子了，你这干啥呀？我说。啊，你干啥呀？你别干啥呀？你拿这个，这不得拿去卖吗？这拿哪儿卖去啊？啊，拿外面去卖去。拿外面卖，那你咱俩上楼也行。你拿个这个东西算干啥呀？拿上楼，我上面收集的。那我不上了，妹妹，你要拿这个，我肯定不能跟你上。这不铁的吗？嗯，那有什么的？不，家人们，我还能跟他上楼了吗？我这走吧，不是大哥，你还说我磨唧唧像娘们儿，我给你搞里头呗，那我谁不害怕呀？他拿棒子让我上楼啊，你上来吧，你胆可大了你。我这啊，走，我走啊，家人们，我能上楼吗？上吗？你们能不能支持我一波？我扣个一。走啊，这没人，你看房子。我先看看房子，我想看看怎么交朋友，妹妹。啊？怎么交朋友？你一会儿咱俩得上去呗。先割了再交。不是搁啥呀？我看看，你上去就知道了呗。你先上，那你我上去也行。你能把你手里东西放底下呀？我有点没有，我俩放上去的啊，要拿放进去的。那行，那我上啊！家人们都扣一了，让我上啊！我的天哪，上去啊！这上面这干啥呀？这啥也没有啊，妹妹啊啊，没有就对了。你在前面，你离我远点啊！上来呀！不是你拿那玩意儿，我咋上啊？啊？这干啥呀？这打包的啥呀？发货的呀？啊啊！我来取个东西啊！不取啥呀？不是干啥呀？哎，你取啥呀？哎呀，没在这里呢。没在这里啊？啊，不是，你得先教我交朋友啊，妹妹。啊，我说带你割点菠萝蜜。啊，带我割菠萝蜜呀、啊？啊！我的天哪，你这是个不说呀？刚才给我瞎就割这个东西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啊，割胶，我朋友们说。没有割菠萝蜜。我说菠萝蜜太高了，没人帮我割。哦，那妹妹你那样吧，你教教我怎么交朋友行不行？啊，我还说、啊、你要是帮我割了，我能跟你交朋友呢。走吧，那咋交啊？我带你去。带我去啊？嗯、得怎么交啊？就这么交呗。你得告诉我，讲讲啊，我这第一次来呀、啊，上你们我就听说这块有啊。来呀。啊。来呗，那就。啥玩意来呗，那就。就在这儿、啊。就在这儿。嗯。干啥呀，在这里啊？你把我拉进去吗？我把你拉进去。干啥呀？那拉进去，我们俩就交朋友了呀。不是，我把你拉进去，咱俩交朋友。嗯。咱俩给这里边。嗯。咱俩现在不就交上朋友了吗？属于好朋友了吗？哎，那不，那更进一步吗？更进一步、嗯，家人们，我给他拉进去，怎么才能更进一步啊？啊，就更进一步了。嗯。就是干啥呀？咱俩，我要是给你拉进去，咱俩给里面干啥吧，妹妹，你说。就是干活。干活。我干多长时间呢？两小时够了。我不行，那我用不上那么长时间，妹妹。那不行啊，那不两小时不行吗？那一般人家都好几个小时的，这个两个小时最低了。那我三五分钟就出来行不行，妹妹？五分钟不行。啊？六分钟。六分钟。我使劲。那
人家都五个小时啊，人家都干五个小时的，干五个小时的、嗯、我的天哪，谁能干五个小时？妹妹你骗我呢吧？那咋不能干呢？能啊，真没骗我啊？没骗你。有五个小时的吗？有，那十个小时的有，人家舍不得走。舍不得走，可家人们，那我试不试试啊？试试的话扣个一啊，家人们，我试不试试啊？啊，大哥，你老嫌我磨叽，我给你搞里头呗，现在。你老嫌我磨叽，我不得问问人家吗？是不是啊？家人们，我跟他试验一下不？啊，试验的话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支持我的。我今天我试一下，在里待两个小时啊。啊。我待两分钟行不行，妹妹？我快。两分钟那。什么也没干呢，那啊，我快，不快也不行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那得怎么教啊？这老多扣一的支持我的家人们，你说我能不能？我得怎么给你啊？怎么的，妹妹，你讲一下。你就把我拉进去就行了。我把你拉进去，哎、然后我这里边想干啥干啥。哎，对，两分钟，对，俩小时，两个小时啊，两个小时。我这腰不好，妹妹，不行，我这不行啊，嗯，我这都冒汗了。行，那先试试吧。先试试。你不一定能把我拉进去，你虚的。那我来，我试试来。来，我能给拉进去啊！一下我虚的，哎呀我的，哎不对不对，我这哥哥脖子不行，哥哥你这一下，我来给你拉。不是，你不是不说得进去待两个小时吗？家人们，你看这个咋这给我拉出来了呢？啊，家人们啊，家人们呢？这我这个没能用劲呢，他给我拽出来了，你这啥意思？不想跟我进去吗？玉啊，这也不行啊。那怎么的？那我就能，你不说让我跟你交朋友吗？这不得考验你的力气吗？啊，还得考验力气啊！嗯，我的天，那行，那我使使劲啊，我锻炼锻炼。别把屎给蹭出来了！不能来，不能我俩走啊，这不要，一二走，一二走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咋一动不动啊？玉玉，你多少斤呐？啊？你别管我多少斤。哎呀，你多少斤的玉啊？你别管我多少斤。一二走你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放放水呀、啊，妹妹啊？放水得去厕所放。不是，家人们他也不放水呀、啊，我拉不动他呀。那放水不得去厕所吗？啊！啊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抱腰行不行啊？啊！抱大腿，抱腰。不行，只能拽。啊？那你这力气太大了，你吃啥长大的呀？不挑食。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我真拉不动啊！这家比我有力气啊！你这吃啥了？吃面起子发的吧？啊，人都发面，你这是发起来，你这我真拉不动他，家人们，这底盘太稳了，啊，家人们，那这样妹妹，我上你家参观参观吧，行不行？行，走吧。走啊！不行，我就让我朋友们来吧，我是真整不动他。我想去，先去取那个。取啥呀？那个刚给我拿去那个。不是，还取啥？刚给我拿去那个呀。不是，你取那个干啥呀？上你家？哦，那也不用，这里还有。不是干啥呀？没事没事，不是我上你家老取啥东西啊，妹妹啊，啊，不是啥呀？不要了，走吧，上面也有。不是干啥呀？没事。抱进去啊？不能抱吗？吃牛肉长大的。走。不是，这是你家的二楼。嗯。就这样的啊。啊。这就是你跟我说的，就是你家有条件二楼。啊。不是你，我感觉你家的房子比我岁数都大呀，妹妹。啊。不是二楼吗？那好几百平呢。哎，好几百平呢。家人们，我上吗？上的话扣个一。家人们，啊，我上吗？我有点不敢上了，我都有点冒汗了。走。啊。走。不能给我喝点啥？我再倒了迷糊了。啊。你喝点也行。喝点也行，我再迷糊了。不会。啊。不会。不会啊，家人们，你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。那我上去看一看啊。啊，上啊！那我上啊！哎呀，我天，你家这楼梯连个扶手都没有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个给这儿做饭，嗯、这啊，这还有电视机。啊，要看电视我给你开。不是，不别给我开了，妹妹，我不看电视看啊。我再给你放点那个。上你放啥呀？动画片呢？嗯。熊大，熊大，光头鞋又来砍树了，是吗？啊，这个咋窗户都没有玻璃呢？我看你这窗户啊，要玻璃热。嗯，在这块做饭呢，妹妹。嗯，对，你要吃吗？给你吃。这不是这就吃这咋吃啊？这啊？就烧了吃呗。烧了吃啊？哎、烧点。不是妹妹，不是你干啥呀？你就别拿呀，我这害怕。我说烧点。这烧啥呀？给你烧点。给我烧点？嗯、不，你给我烧啥？我健在。
你不用给我烧，妹妹，你干啥呀？你这是，这老要给我送走。今天是那个节日，但是你不能给我送走啊！我这给你烧点，我这才三十多岁，正好的时候呢，啊。你给我别给我烧点了，妹妹，我这转一圈了，你们在哪里休息呀、啊，妹妹？在里面休息、啊。在里面休息、啊，不是在哪里面呢？这里面。我方便过去看一看吗？很方便啊。啊，方便。那你把那个东西放一放呗，你干啥呀？没事，等下我给你烧。啥玩意？等一下给我烧啊！啊，这在这儿休息啊？啊，这衣服谁的呀？这不是我的。这休息给哪休息呀、啊？这不都是吗？啊，在这里面休息啊？不是，这搁帘子挡上干啥呀？房间啊。啊，一个帘子后面是一个房间。嗯。哦，我的天，那这帘子，哎，小月，那这帘子它能隔音吗？晚上？要隔音来干什么吗？那不隔音的话，晚上你说这打个呼噜磨个牙，那不都听见了吗？哎，那有什么吗？都是一家人。没事啊。没事。那我问一下妹妹，这个是谁的房间呢？我大姐的。大姐的。嗯，不是妹妹，我还没问你家几口人呢。好几口。好几口是几口啊？就好几口。就好几口。嗯。那是啥呀？好几口是多少啊？家人们呢？他 就好几口呗。就好几口。嗯、不就呢？啊，不就那能行吗？不就。不就不行啊！好几口人，这是你大姐房间。哎，那我问一下，大姐结没结婚呢？结了。大姐结婚了。嗯，不是，那结婚了怎么还住在你的家里啊，妹妹？她招上门的来呀。招上门的来。嗯啊，就是来你们家生活。嗯，帮你们家赚钱。对呀、啊。帮你们家就是干活。啊、嗯，那也不合适啊，妹妹。那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你这大姐夫是不是傻呀？你才傻呢！啊。你才傻呢。那你看，那他帮你家干活，帮你家赚钱，他愿意来呀。他愿意来。嗯，那因为啥呀？因为爱情啊。啊，因为爱情啊，那也是哈。你大姐人都是他的了哈。啊，帮你们家干活，帮你们家赚钱也正常哈。嗯、那这样吧，妹妹，你能不能带着我上你大姐房间看一看呢？啊，不行。那怎么还不行呢？我大姐夫不让。大姐夫不让。嗯。那他也没在家。那也不行呢，就我跟我大姐夫关系好。你跟你大姐夫关系好、嗯、啊，你就帮看着点。哎，我大姐夫对我好啊，对你好、嗯、那咱俩也都这么好了，咱进去看一看呗。不行，那我大姐夫回来了就揍你。不揍我？嗯，那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？那我说呀。不是，那咱俩不好了。那我跟我大姐夫更好啊。跟你大姐夫更好。嗯，我的天哪，那你肯定跟你大姐夫有点啥事儿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那这样吧，那我不看了，他不让看了，家人们。那这个谁房间，妹妹？我的。你的。嗯。那你的我能不能看一下呀，妹妹？你看了就得留下来给我干活了。我看了就得留下来干活。嗯。都干啥活啊？什么都干。那白天干晚上干呢？都干。白天晚上都得干。就是干。就是干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看了你的房间，我就要对你负责任了吧？啊、嗯。那怎么的？那我看你房间，我还走不出去这个寨子啊？对呀、啊。那咋还能留下我一条腿呀、啊？那都不止一条。两条都给我留下。不够。啊？不够啊。不是，我有几条？四条。太多了。妈，四条还多了，家人们，我有几条啊？这四条还多了。那这样吧，妹妹，你这样吧，你能不能让我老铁们看一下我直播间3500个老铁们啊？看呢。看，让我老铁们看一看。行不行？行啊。行啊。他们来吗？不是，家人们，咱们看不看？看到扣个一，就是意思说他看了房间，让他对你负责呗。嗯。那我看有没有负责，有负责扣个一，然后让那我能不能看看呢？借他们的。你也不能看。啊，意思说我把眼睛闭上，让他们看一下。嗯。啊，家人们，我看吗？啊？啊？啊？哪疼呀？我给你治治。看呐、啊，我家人们都要看，妹妹。家人们都要看，看啊，看看呗，都有负责的，这老多，好几十个。谁看呢？不是他们负责，跟我啥关系啊？哦，啊，我看啊，他们要看，你看看呗。那他们看看吧，来吧，看。那我就掀开呀，你。哦、你得掀开呀。啊，那你不掀开咋看呢？我以为不掀呢。啊，掀开看看吧。我的天哪，我就。啊，看到了吗，家人们？再看就得付费了。那里面粉色的是啥呀？粉色床单呗。啊，粉色床单。那我这样我都热了，家人们，我去交交朋友，咱俩再交交朋友呗。跟你交啊？啊，我再试试。
我看能不能给你拉里头，我也想搁这儿干啥？怎么呢？我也想交交三天，是不是交三天朋友啊？哎、是不是给里头可以，吃喝三天，是不是、哎？你才三天呢，你刚刚不都说两分钟吗？我看你都累啊！我这都满头是汗呐，给我累的家人们呐！啊，我这昨天有点没睡好，在宾馆睡落枕了，家人们，睡落枕了啊！我脖子痛，要么你亲你这小体格，我不给你拽进去啊！你昨天这宾馆睡的啊？那你现在是人吗？啊？你现在是人吗？我咋的了？那宾馆不都装那个？你别闹，我说的是宾馆，不是那个馆。你那发臭了，这冰起来呢？你这旅馆，旅馆。什么旅馆？宾馆。哎呀，我的天，酒店。来呀！来。不是这个是谁呀？你怎么又来个人呢，妹妹？我朋友。你朋友？哎。你朋友来干啥来了？找你来。嗨。我看这边来个小妹妹，哎。听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来来来来，咱都过来，咱聊聊天来，妹妹。好起来了。啊。不是你这朋友来干啥来了？找你呗。找我？那听见你这个男的声音就来了呗。我听到男的声音就来了。不是你们都这么渴吗？不渴啊。不行，我给你买点矿泉水去吧。不渴啊？不渴呀、啊？那不是，那你干啥来了？妹妹？找你，找你玩。找我玩？嗯。是要跟我交朋友吗？嗯。那小玉我都没交过，咱俩再交一下。你行吗？冒汗了都。我这热的吗？你们这块太热了。家人们，我喝不喝他交个朋友？那小玉要求是两个小时，你的要求是多长时间？我看看，我看你都冒汗一个半小时就够了。一个半小时啊，短点不行吗？老妹儿，哥最近身体有点不适、哎、啊啊！我大哥时间长，不行，让我大哥来行不行？我这个先短点的，能不能给我放水啥的？咋放啊？你就一会儿跟我进去呗，让小玉给咱俩把风。不行啊，那不行，必须得私立去、嗯、啊，必须得考验我的体力，是不是？嗯啊，家人们，你说我能不能给他拉进去？这又来个妹子，啊，这小玉我是拉不动，我试了没拽动，啊，这家底盘太稳了，你给我拽散架子了啊！交朋友交啊，感谢大哥送的小可爱，么么哒！哎呀，感谢大哥，祝大哥发发发！哎呦我的天哪，跟这还没交啊？交不交？交的话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支持我的。大哥，你们有没有想来的？想来的你们来，我这真不行了。这老弟这身体这两天真不行啊，这两天给我累完了。这两天我又上山又下河的，给我累的真不行了。让我这就这两个美女，我能放过他吗？啊，家人们，我是不是这么多支持我的呢？我的天哪，那我得来了，交朋友。老妹儿，你给我看点公平啊！我给他这个老妹儿怎么交？我给你拉进去怎么的？啊，待一个半小时啊！啊。人都说待三天吗？哎，我看你都冒汗了。来了，那我来了啊！啊，你阿妹，你我这准备了啊！嗯，一二，我还没用劲呢，你干啥呀？你着急了，你放放水不行吗？妹妹，啊，不行，搁兜里有这个超能力，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要，快点来人了，抓紧！超能力也不行啊！哎呀，那来吧！哎呀，来吧，家人们。哎呦我这底盘也挺稳的，别把屁给绷起来了、哎、别闪着腰了，哎呦哎呀那也不行啊，这你俩怎么一动不动的呢？人都说了一动不动不好，快点都动不快点上来上来、哎、上来 哎呀，给我加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别闪着腰啊，走走，你马上四天了，走你，第二走你，哎呀下午没吃饭了，走你，加油啊，走，我加油了，加油啊，快点，不是快点要上，你能不能跟他商量商量放放水呀、啊、你跟他商量商量放放水呗，放水得怎么放嘛，放水得去厕所放呀、啊、不是，你跟他商量商量让我进去呗，我玩一会儿就行，那不行，一会儿就走，不能耍赖啊，不能耍赖啊，不能耍赖，抱进去能不能抱啊，妹妹，不行啊，不行，就得拽、嗯、不是你们这多高啊，都我看俩都得一米七十多吧，一米多就啊，就一米多，我这一米，我一米九四，你俩是多高啊？什么？你一米九四的啊？你看看，这都一米八多，我能拉着吗？啊？什么？你又一米九四？家人们，我一米九四啊，他俩他太高了。这阿妹，你们俩吃啥了？这都是啊？什么都吃？四千多个老铁，给我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行不行？两个一起拽呀、啊，大哥，我一个都玩不动了，还拽俩呢？我是有那个实力吗？我拽你俩行不行？你行你就来啊！你行你就来，我家人们让我拽俩，行不行？
睡俩分仨就可以里头玩两小时呗。两个人就四个小时。两个人四个小时啊。嗯、行。人在花下不回也风流，我来了。家人们我来了，你俩慢慢的，老妹你俩放放水呗。行。给哥哥放放水行不行？哎哎，这第一回来你们云南，你说你们能不能给点面子？行。我看他们都抱得美人归了。行。一二走。你俩也不放啊，走啊。一二走。走。走你。你俩也不放水啊，走。加油。走。走，踩我脚了！哎呀呀，踩我脚了！哎，不行，家人们，他不放水，我不玩了。不是往我这边走吗？啊，不是往我这边走吗？啊，我的天，大哥，你们有没有能行的？我看谁行，扣个一。不是往我这边走吗？啊，你不行啊，我走了，我啊，我走了，下回你找个厉害点的来。你走了干啥去，妹妹？你下回找个厉害的来。完了，这阿妹生气了，嫌我劲儿小，还走了。没点关注给我点关注吧，家人们，我这真累的不行了。那妹妹，我明天我看谁想来给我报个名扣个一。明天我带有劲儿的有力气的来，行不行？行。啊行。啊行。完蛋呢，菲菲完蛋，是我真他妈完蛋呢，真他妈气死我了，家人们呢。我这挺大个老爷们儿，没拽过他俩啊。啊，有没有劲儿的扣个一，喝点茶呀。我不喝茶了，家人们，我累了。